大家好，现在和老表过来抽水抓鱼，在这个桥工这里，水差不多干了，已经断流了。开锅了，拿开这装机子开抽。这个桥工上面年关一定特别的多啊，抽干就知道了。来都没挤，叫来。对了。菜了没得？这菜拿了不？他要弄这个的。开机开机，插电。刚才通了。哦，可以了，慢点。10分钟搞不了，起码要1个小时。1个小时钓不到，20分钟，没有。26。不知道锅头香不香啊？香是一定的。西方锅头要香的。年拐打档，才10分钟，好多泥鳅跑出来了。我看多几条呢。这就老多，这你不下搞啊？就是太小了，泥鳅，好多都不上螺。脚的呀？只要翻东流人的脸怪。先抓泥鳅，那几艘头来逮没得嘛？那一上来吸。那艘头来逮，我的艘头。哎，记得了。原来我这以前我们捡鱼。好吧。你说你这。都打不？打不。你就。哎呀。你捡我。捡啊。抓紧了。嘿。古类，又香，哎，你做多么呢？太滑了。你们弄重要的事情呢？你头弄个眼里面整肉，刚才都看见了，那不叫。有没有大货就看这里面了。哦，小鲶鱼，十鲶鱼，这个还有，好像有一道的呢。有没有大货啊？你就是要走。
没有。因为你今天又来抽，我前两天刚抽嘞。你抽了？嗯。得多没？哎。那没得抽过。那上回你抽的是什么？抽的弄南瓜呀、绿鱼啊。有。弄南瓜都有，一耳亮一耳亮。哎，来完了，来完了，来完了！已经再抽一块，这帅哥都抽过了，我又来，感觉这强度顶强过了。有南瓜在有，就一些小鲶鱼，大的都被他拿走了。哎呀，你来早一点，我们就不用抽了。电脑你抽呢？哎呦，哦，哎呦，收机子，收机子。前几天都被人他们抽过了，难怪说没货。看着这桥洞应该是挺强货的。这些小鱼小虾，等一下也继续倒下去。视频就先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